我去，这鱼腥泛滥呀，这边一直在冒泡。哦，这条鲫鱼可以啊，这条鲫鱼个头还可以，野生的黄金鲫。这扁鱼是半路解口的，这扁鱼个头没有刚刚那条鲫鱼大。这条都没上到吃，不要那几那只跳出了洞，吃了。我可以，我这啥玩意儿啊？扁鱼，不是扁鱼吧？扁鱼，力气那么大。好，朋友们，看看这天气啊，要下大暴雨了，我们赶紧收竿吧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鱼货。啊，这鲫鱼的个头还可以啊。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